这些人的精神实在可嘉呀。日本兵打过来的时候，腾冲已经是一座无人可守的空城了。苏参谋，你看我们是照他们的意思去，还是不去？腾冲的政府和守军全部逃走了，该负责的也都在逃命。我们对腾冲的失落与存在都没有责任，就连装备精良的10万远征军都被日本兵打得溃不成军，连逃命都很艰难。我们这300来号人简直就是小鸡蛋，根本抵挡不住日本兵这块来势汹汹的大滚石，我们去腾冲就只能去顶着受死。事情的确如此啊。这个人传达玉叶公会的话，说远征军28师的副师长愿意接手防务，但你必须交出整个护路营的兵权，你手下的士兵全部由他指挥。什么？让我交出指挥权？我公社交出指挥权，他们把我当成软蛋了啊？没有了指挥权，我他妈还当什么营长？喂，你们参谋把我身份搞清楚了没有？赵营长什么时候见我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大火烧眉毛了？不知道？你让我去见赵营长？你想找死啊？给我躲开！站住！坐下！别动！给我坐下！哪儿的？你的意思，我们是不能去？不能去，去也是白白送死。赵营长，哎，站住！谁是赵营长？你站住！放开他！腾冲危在旦夕啊！啊，我是赵营长。来，有什么话咱们坐着说啊。赵营长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，请赵营长带兵去救腾冲老百姓。你知道，我的部队是护路的。守城戍边，那是你们边区都统的责任。赵营长，现在大火烧进家门了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啊！赵营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去救出腾冲的老百姓吧！啊！赵营长。你是老百姓，不懂军队的条例，各军有各军的管辖范围，谁敢冒犯别的部队的领地，那是要引起严重纠纷的，更不用说进驻了。这个事关系到整个护路部队和边区行政之间的关系，谁敢去闯这个祸，去惹是生非啊？啊？什么叫惹是生非啊？你们这些当官的，你们见死不救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啊！部队有纪律，没有上峰的调动，谁要是敢擅自乱动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我还听说，你们要让我把指挥权交给远征军，是真的吗？对。可是这是为了统一指挥抗敌啊！说得好听，我凭什么把权力交给远征军？我把兵权交出去，我的上司会怎么处理我？我一个护路部队的军官，不听护路总部将军的命令，把我自己的部队去交给远征军，那是对我上司的背叛。这点道理你懂不懂？道理我懂。
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，你带兵去抵抗他们就是道理。你知道现在腾冲的老百姓有多可怜吗？赵营长，今天要是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死在你这儿。干什么？你威胁我？这个人太烦了。他既然想死，我们就成全他。来人，有有，给我拖出去，毙了。是。赵营长，走，走，快走。赵营长，走。他这样做，也是为了腾冲老百姓。这样吧，把他赶出营房，让他去吧。嗯，把他拖出去。赵营长，赵营长，你吃了老百姓交的粮啊！赵营长，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啊！出去了，走。赵营长，赵营长，你不能这样，赵营长，你吃了老百姓交的粮。回去，我对不起腾冲的老百姓。我无能啊，我对不起腾冲的老百姓。孙师傅，我活着干什么？我有什么脸回去啊？我死的！哎，孙师傅。孙师傅，死不是办法，大哥等着咱们回话呢。要回去你自己回去，我不想活了。孙东岩，你冷静冷静，咱们先回去。再想其他的办法。东海，你给我走！东海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我对不起大家，我无能。腾冲要完了，腾冲要完了。副市长，副市长，哎，唐会长，有消息吗？副市长，护路营没有着落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你先留下，我会协助你一起组织民众抗敌。这怎么行？这是战争，民众不是战士，抵御不住炮弹机枪，难道就这么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，眼睁睁的看着腾冲落入日本人的手里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中国失掉的棋子就是腾冲。唐会长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这是场大灾难，整个中国都如此。只要我们的人不死，我们就有机会收复失地。唐会长，我手上只有这二十几个弟兄，他们是挡不住日本兵的。我看你还是放弃，无谓的抵抗恐怕会引来日军残忍的报复。你爱国，我也爱国。远征军被打败了，十来万弟兄所剩无几。这个仇，远征军不可能不报。我得保住我这二十几个弟兄的命啊！他们都是死过好几回才逃回来的，留住他们的生命，等他们恢复了元气，我们会找他们拼命的。腾冲全体百姓的命运，全系在你这一念之间。一挂其重兵非自不量力，就当是图个事吧。纵使长城不到最后的一兵一卒，全部倾年弃力，孤注一掷，或许才能力挽狂澜，反败为胜，一鼓作气，永不言弃，这才是腾冲唯一的生路。唐会长，没有办法，我是带兵的将军，
太多的鲜血和尸体已经使我冷静，我佩服你的热血心肠，但是我还是不能留下，我得带着我的弟兄们走了。夫人，我用我的命对你最后的恳求，你还请顾自己的力量。如果人质又要走， 真的就踏实地去，全盘皆输。 292人。
两百九十个日本兵，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腾冲。大哥，大哥。别人认不出你是土匪。我今天不做土匪，我是大日本皇军的人。坐着。贵哥，这皇军都占领了腾冲了，你还怕站上日本人那边啊？难怪我看你今天变了个人样，还敢请我喝茶。贵哥，跟荷叶刀没意思啊，反正都是抢人吃饭啊，这土匪在山里躲着抢啊。哎，你看人家日本人，哎，人家就扛着枪炮冲进别人国家来抢啊，明目张胆，啥都不怕。你就不怕别人骂你是汉奸？他爱骂就骂去，见到老子他还得躲呢。哎，就算你不做汉奸，哎，你身边的人又看得起你吗？啊？有唐玉仁和冯仲才在，我陈辉就永无出头之日。那是啊，哎，他们会借你没钱落难的时候，哎，就伸手拉你一把啊？哪里找这种圣人？那你还在乎他们啥啊？他们白眼看你吧，你就要让他们不敢看你，哎。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么坚固的一座边城，我军不用一枪一弹就把它占领了。可这座城市太沉默了，我没有见到慌乱，也没有听到哭声，这反而使我感到不安。大佐阁下，我们现在兵力太少，眼下只能怀柔为上，等大部队到了再采取第二步计划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立刻做起来，打听清楚哪些御商手上有值钱的翡翠，摸清情况后采取征收行动。这是当务之急，我们需要它换取急需的物资，你现在就去办。嗨，机会来了可放不得啊！就算日本人不来，这同胞们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同胞们也不会让你翻身的。什么是同胞啊？日本人没来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大家是同胞啊？有好处大家分着点啊！啊，日本人来了，他就说大家是同胞了啊？我呸！我去他娘的！老子就认了，不认同胞了。这汉奸又咋地啊？这汉人和汉人之间不是天天在互相奸诈吗？啊，我们奸不过他们，老子就和外人一起联手干他们。Thank you.
老板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店，怎么会没有好货呢？这个年头哪会有好货呀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吃巧克力吗？不吃。大嫂，大嫂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好啊！大佐阁下在跟你说话。我看整个腾冲都哑了。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腾冲，腾冲人要做亡国奴了，那我还活着干什么？都死不成，阎王爷都不愿意见到我。孙师傅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要你管我，我是个没有用的人。孙师傅，你这又何苦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你为了请葫芦营，你几乎连命都搭上。我们都敬重你，你怎么能往死里去想啊？你真要想死的话，你怎么不去和日本人拼命啊？对啊，去拼命，去找日本人拼命。那你给我装上子弹，跟我这把枪里装上子弹。你给我装上子弹啊！你干嘛？你给我坐下！你这去了也是白送死。我现在最想见到的就是唐玉人那块大石谱最后破开的模样，你们见到了吗？我只看见唐玉人在院子里面解开三个绿薄薄的泡面，行里的话叫“开神相穿”。剥开的时候，是唐玉人关起门来做的，极少有人看到。有消息传出，那是一块稀世的大翡翠王。胡大金逃离城的时候很乱。有人说是胡大金抢走了那块翡翠，但还有人说他还在唐玉人的手上。消息不明，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，准备成立一个谍报小组，专门刺探日本人的情报。我们在暗地里抗日，听说陈贵已经投敌做了汉奸，我们总得有个组织来对付这些汉奸和日本人吧。所以这次来我们的目的是想请你做我们的组长。组长？对，我对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对付日本人，跟日本人斗。这组长我当。好，我们这个是秘密组织，这事谁都不能让知道。那既然有组织了，咱们就来立个章程。好，快快去拿纸笔。
杨大哥。哎，王小姐。唐大哥的病好点了吗？忧心太重，我真替他担心啊。哎，凤小姐，我来吧。让黄小姐来吧，你去服侍老爷。知道了。唐大哥为国家忧，为腾冲忧，真令人敬佩。冯小姐不是也一样吗？我能像唐大哥那样忧愤的都生病吗？太让人揪心了。冯小姐，我知道你的真心，可……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，只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。我把药给唐大哥送过去，也算是尽一个腾冲人的心意。这份心还是我来尽吧。你一个千金小姐，服侍男人不太方便。让他去吧，他也希望唐大哥能够早点好。那唐玉人还在家的消息总是准确的吧？嗨，绝对准确，我已经打探过两次了。他在家。那就好，我现在就去拜访。大哥，什么事？大哥，日本人来了。我知道他们会来，领头的是那个姓金的。去开门。好。表妹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日本人把唐玉人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？还不是为了那块大翡翠王的事儿。是为你的翡翠王而来，日中亲善，我们是朋友。我想借你的翡翠王用用，战后我一定归还。秦老板，可惜你晚来了一步。胡大金已经借走了。不会吧？听说那块翡翠王值千来斤黄金，你肯借给他？我当然不肯借，是胡大金强行拖走的。唐老板，我是诚心诚意把你当朋友，并且希望得到你的帮助。那块翡翠不是被胡大金拉走了吗？说是半夜里拉走的，可又有几个人看得见？谁知道是真拉走还是假拉走？唐玉人的话你信得？唐玉人的话我怎么就信不得了？他多久说过假话？再说了，胡大金把他关进过牢里头，是我亲自去救的他，这有假。我看你
有点幸灾乐祸呀，嗯？你还是不是中国人？你替日本人高兴？现在大局已定，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南亚，我想以后我们应该是一家人了。你是聪明人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？肯自愿交出大玉，我们是朋友；不愿交出，我也只好强行拖走了。我听说你跟一个叫韩武的汉奸来往密切，陈贵儿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当汉奸，从今往后甭想进我们家门。瞧你说的，表妹，我不是给你报信儿来了吗？你还坐这干什么？没见我心里烦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流氓，走，跟我去唐人那报信。我刚已经说过了，胡大金拖走了，我不会再有第二块翡翠王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好带走你本人。你可以到牢里慢慢的去想，那块翡翠王到底跑到哪里去了。啊！哎呀，夫人怎么了？哎，怎么都走啊？你别管我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快走，快去，快去！夫人，你慢点，快去，你慢着点啊！慢点。带路。没看见，桃花瓣呢？我没看清楚，他到底抓没被抓呀？我只看见那一群人出来了，我真是没看清楚，是被裹在人堆里，你就没看见啊？我真没看清楚，我怎么看清？不是，干嘛？你干嘛去？那日本人还没离开呢。那我也要去。哎呦，夫人，哎呀，这现在不管抓没抓的，你现在去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夫人，你别着急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们回到家里商量再做决定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你快走吧，快走。孙叔，孙叔，怎么样了？打听清楚了，唐老板确实是被日本人抓进大牢了，为的就是那块翡翠王。可那块大翡翠没有在唐老板手里啊。我知道。可谁能去证明呢？这人还必须是日本人信得过的人。有了啊，你去找陈贵。陈贵最近在给日本人搜集情报。陈贵，对，他能帮说情，他能听我们指挥。他是不能，但是咱们可以强迫他。你有办法。晨晨，你还没瞧不起我？你表哥我陈贵已然是个人物，人物，人物！孙师傅，怎么样？已经把他收拾了。这小子
该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了。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。哎，宰不得。你宰了他，我们去利用谁啊？你们先回去吧，现在该我上场了。取你的人头，孙师傅，我没有啊。那就好，咱们做个朋友，互相都有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以前没有人送过你吧？孙师傅太见外了。你知道我跟唐玉人是好朋友吗？知道。是这样啊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说。你能不能让日本人把唐玉人放出来？现在根本就不知道翡翠王到底在哪里，这个你最清楚了。是，翡翠王被胡大金抢走了。是。掌柜，我孙东岩一向对得起朋友，今后咱们可就是好朋友了。我以后会对你和唐玉人一样好的。这个忙，我也不会让你白帮。这块翡翠，值10两黄金呢。外加，他们不杀你这个人情，怎么样？孙师傅，你这个朋友，我陈贵交定了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就不送了。小姐，打听到了，唐老板真的被日本人关进大牢了，为的就是那块大翡翠王。小姐，能不能找老爷疏通疏通？我爹不会帮他的。再说我爹又不是汉奸，跟日本人没交道。哎，你不是说那个姓韩的土匪做了汉奸吗？是啊，听说他和陈贵特别熟。陈贵儿，小龙真，你们不是死对头吗？你找他做什么呀？夫人，冯小姐来了。见，谁也不见。今天这事儿由不得你不见我。
看冯小姐的样子，像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说问罪也对，你表哥出卖了唐玉人。冯大小姐，这种没根据的话，还是不要乱说的好。没根据？唐中城里谁不知道土匪韩武做了汉奸？他跟韩武打得火热，不是汉奸也是二汉奸。由于你的关系，他素来恨唐玉人。如果不是他报的信儿，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唐玉人有翡翠王？是粉碎，见证。